淮海郡路电车独家冠名播出。他们演唱了许多的经典歌曲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旋律伴随了许多观众的成长。他们获奖无数，却始终低调谦逊，辛勤耕耘，在声乐艺术的道路上唱响动人歌声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嘹亮人生》，带您去感受歌唱家们的无限魅力。刘和刚的歌声高亢嘹亮，饱含深情，极富感染力。他所演唱的《父亲》《儿行千里》《欢聚一堂》等歌曲不仅旋律优美，而且充满正能量，拥有很高的传唱度。每一首歌曲都记录了他成长的点滴，也成就了他的音乐人生。江南，江南鸟语花香，欢聚一堂，欢聚一堂，先饮一杯美酒，心花怒放。欢聚一堂，欢聚一堂，再唱一曲又心花怒放，欢聚一堂，欢聚一堂，再唱一曲又一地久天长，又一地久天长。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的刘和刚，从小便拥有一副好嗓子。在这片民族民间艺术极其丰富的黑土地上，他心中热爱歌唱的萌芽也在一天天长大。我妈妈说我小的时候音乐天赋很浓，她说她我们村里来了一个秧歌队，秧歌队走了之后，然后我仍然在那时候三四岁吧，我仍然在我们家的那个农村的土炕上自己哼着秧歌调，然后扭秧歌，穿着棉袄棉裤的。然后从那以后，我妈妈就觉得，哎，说刘和刚好像对音乐有特殊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妈妈就开始教我唱歌。1992年，刘和刚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，学习东北地方戏表演专业。可以说，东北的民间艺术是刘和刚最初的音乐启蒙。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外，问一声情郎哥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天南地北可要捎个信儿啊，别忘了小妹妹，常把你挂心怀。哎哎哎哎呀，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路西呀，从那边儿过来一个卖呀
不爱吃酸呀嘛酸东西呀。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桥上，难舍难分情意长，送上我亲手做的鞋一双，情郎哥，我的心伴随你走四方。情郎哥，我的心伴随你走四方。2000年开始，刘和刚连续四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，每次比赛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其中在2006年第12届青歌赛上，他更是获得了青歌赛有史以来的最高分，并最终一举夺得民族唱法金奖。刘和刚在比赛中演唱的歌曲正是他的代表作《父亲》，他用歌声倾诉对父亲的爱，情感真挚，十分具有穿透力，在感动听众的同时，也唤起了人们心灵深处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想想你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，抚摸你的双手，摸到了艰辛。
鬓角露了白发，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央求你呀，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。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。这辈子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。之后的刘和刚先后十余次登上央视春晚，带着对音乐的那份热爱与坚守，他为观众们奉献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瞬间。说起他最难忘的春晚时刻，还要数2015年，这一年他带着拉住妈妈的手登上春晚，
歌曲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他与母亲的感人故事。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菜，在走到菜市场门口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有几个阿姨就说，哎，说那边唱歌那个那小伙子啊，那刘和刚，我妈就把他手啊从我的手里一下就拽出去了。我说妈为什么？她说你看看那边有几个阿姨啊，认出你来了，别让人笑话，一看你手里牵一个农村的老太太。我妈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吧，我跟我妈妈我们俩都流泪了。所以我回到家之后，我就在回忆这些年妈妈陪我走过来的日子，我就想写首歌，我一点一点一点点我把词写出来，然后歌曲写完之后，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找一个大的舞台把这首歌唱给我妈听。想想小时候常拉着妈妈的手，身前身后转来转去，没有忧和愁。上学的那一天，站在校门口，哭着喊着妈妈哟，我要跟你走。可是他最温柔，拉住妈妈的手，幸福在心头，千万别松开这份最美的手。
睡在妈妈眼里，妈妈眼里亮，妈妈眼里亮。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，才理解儿媳千里母担忧，千里的路望我还一步没走，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，妈妈眼里亮，妈妈眼里近年来，刘和刚不断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求新求变，说过相声，演过小品，还参与过歌剧，每一次尝试他都感到受益匪浅。如今刘和刚在艺术的道路上稳步前行，舞台上尽情释放自我的同时，也收获了观众们的鲜花与掌声。
连城。